什么时候本喵才能找到自己的正缘啊？走一走，看一看嘞，方圆百里之内有名的神庙，姻缘、事业、亲情都可以算。哦，给本喵算一卦，就求姻缘。先抽签吧。可有破解之法？本喵已经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，回去等等吧。一天，伊万走在路上，看见了一只很漂亮的猫，伊万顿时心生爱慕。他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，房产证、汽车证，富贵瞬间被他感动了。之后他们一起共进晚餐，他们相爱了。再后来看见了蛋蛋和富贵一起吃饭，伊万顿时想明白了，这两只猫串通好了一起骗自己，这让伊万非常生气。他拿出一张律师证，拨通了电话。